300年的历史庙宇，150年的传统乐阵，100年的手抄古谱，70年的音乐人生，文化传承接棒到新生代，传统与现代到底是两条平行线，还是可以来个完美的黄金交叉呢？这位坐在自己家里客厅，边打拍子边念着公子谱的先生，是传统表演艺术开路古乐的保存者。他叫李春生，他正在念的这首《东华福星》，是他父亲李渊生前的创作。我在56房间。也去朝天宫圣父庙殿遐录唱片，录阮爸爸做的这《东华福星》。他曾经和北港开路古乐阵金生顺的团员一起在朝天宫演奏父亲的作品，并且录下了黑胶唱片。这张唱片对李春生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可以说是父亲过世之后和父亲最靠近的距离。因为这条是算阮爸爸过身了啊，一种的纪念性哦，还搁在好听，啊，所以迄阵啊感觉讲啊，大概就真好，欢喜要落安尼。骑上了红色电动车，李春生穿梭在北港小镇。他决定要找出这张消失已久的黑胶唱片，至少要炫耀自己是个录过唱片的乐手，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而他第一个想到的地方，就是他从小加入的乐阵金生顺。咱较早录的迄个照片的黑的红的，迄块刻盘，迄块刻盘，刻盘，哦，迄块东华福星，阮老爸做的，嘿，是毋是也有伫啊？刻盘，咱管的拢无伫，较久啊，要有法度留落来，拢足少的。因为唱片伫进前拢是每一个家眷，也是阮先生每一个因收藏家厝内，因为以前无固定的会馆嘛，啊，所以拢是下伫先生遐。啊，即物件就是拢总无呀，40-50档物件拢无留落来。若是有机会的时阵，我嘛是想要收藏啊。他们是泰日乐集，一个由云林子弟所成立的新生代古籍乐团。团长张成远在外地打拼多年，返乡之后成立乐团，决定开始用音乐说自己家乡的故事。张成远喜欢与人互动，常常开了车说走就走，穿梭在大小乡镇，故事往往就在行脚之中而被挖掘了出来。我超爱看人，所以我看到人的时候，我就会去，我自己会脑补超多东西的。那脑补完了所有的问题，我会去反问他，是不是跟我想的很像，或者是有时候他回答的问题会让你超乎你想象。我会注意小人物、大人物到底都在干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从里面找到故事跟想法。然后有时候不会那么的直白的写这个人怎么样，我会直接穿入他的心境来想这一件事情。这次走访北港。
张成远开始思索如何将传统乐政融入在自己的音乐当中，但是第一步可能要先了解时时刻刻挂在北港人口中的妈祖。拜妈祖的人大概都知道，北港的朝天宫，它可以说是全台湾妈祖的信仰中心，更被誉为世界三大妈祖庙之一。很多台湾人的疑难杂症都会来拜托妈祖保佑，所以一个四万人口的小镇，每年却可以吸引超过百万的香客来到这里，进而带动当地宗教公益与镇头的发展。北港以前是一个贸易港，再加上它是一个妈祖文化的中心，贸易中心加上信仰中心，所以这边的人他的眼界不是只是一个小镇的格局，因为每一年来这边的香客还有交流的人力物力资讯非常的发达，所以他们的眼界是全台湾性或甚至是国际性的。那反映在音乐上就是它会很多元，它音乐种类非常多，而且人才辈出。其中北港的开路古镇头金生顺，从西元1865年创立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50年的历史，就是伴随着妈祖文化传承到现在的音乐性社团，除了有行进式的出阵，也有围坐式的排场等演出方式，在北港大大小小有关神明的庆典当中，都可以看见他们威风凛凛的身影。开锣鼓算伫古早来讲，就是伫咱妈祖驾前做开锣，通知讲跩信徒知影讲妈祖的信徒一定要来啊。啊，个嘛是这个仪队内底做从头前一阵先锋一阵就对啊。伊的性质是伫开锣第一阵嘛，啊，开锣第一阵爱互附近的人拢知影讲这队伍一定来到位啊。啊，所以咱整体迄气势爱会加较好，大声是一定爱。大声不一定有气势，但是那个气势爱出来。开路鼓如何做出气势？靠的就是这几种乐器：大锣、小锣、大钞、小钞、大鼓，加上唢呐。其中大鼓作为指挥，大锣增添气势，而唢呐则是整个乐阵的灵魂。开路鼓乐合奏不需要整齐细致，可以自由奔放，就好像开场暖场的乐团一出来就是要震折全场。开路鼓它给我的感觉就是还蛮像英雄在游行的感觉，大显神威的一种感觉。我觉得它像电影的片头曲，就是提醒人家，就是我电影要开始演了啊，之后赶快大家赶快做好这样。那个神明，假如说他够厉害，够很多人够信仰他的话，就会很多人一起来帮他庆祝这个庆典。它是一种很震撼，然后听久了之后会不自觉，每次只要绕境的时候，就会想要跟随他，就是跟着他的脚步这样子走。一个比如说庙会出来里面有那个音乐就觉得怪怪的，有时候太大声太高兴会觉得哦，我还是远一点好了，但是还是觉得很帅。开路鼓就很像是一盏光明灯吧，就是它会在前面，然后就是很像它掉在天空中，然后我们可以看着它，然后带领着我们往前走。对，我希望也有我们自己蔡日月集的自己的招牌开路鼓，我们就要去游行碰，就是我们的开路鼓。敲响大锣，好戏开始。属于泰日月集的开路鼓，张成远究竟会如何呈现呢？俺去年甲你借出一个铺转去吼，啊，咱摕去台北整理，啊，今日摕来整理，啊，我拢甲你扫落电脑内面吼，扫描来，嘿，扫描落电脑后，甲你做成光碟片，
老师，这是第一本，叫做《礼盒》。好，这就是您老爸李渊先生也创作曲。李春生会突然想起那张黑胶唱片，其实是那天上午台南艺术大学的研究团队才把借走做数位保存，由父亲李渊传承给他的手抄古谱归还回来，而想起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哎，我爸有哦，东华是东山那帮中，哎，我来一次，民国是32年，32年，咧战争迄阵，啊，我迄阵啊，我家里菜粿皮，菜粿皮，食啦，会食啊，当啊下晡时咯，也当面来制破安尼咧，当面，这东华是，东华福星，有落去啦，啊，伫倒了落来，伫咱北角，伫条天宫，伫条天宫内面。这批手抄乐谱流传到现在，最久远有超过100年的时间，由父亲李渊传承到李春生手上，是传统音乐传承到现在很重要的文物，也是父亲李渊交给李春生的传家之宝。伊迄阵啊，要过身的时阵，咧比，可能是咧比一本啊。啊，无内底也无钱，也无虾米，啊，干那要紧一本啊，啊，比了无偌久就过身了，所以唔知你了解讲，啊，可能那些讲是咧要紧一本尔尔啦。吉祥光，吉时，李氏父子，他是代表北港这个从清代的那个传统。然后一直接续到日治时期的现代化，到现在的社会变迁，他们刚好证明了这个存在的过程，而现在还在传承中，这相当可贵的。李春生和他的父亲李渊都是金生顺重要的乐手与老师，在父亲的影响下，他除了打鼓，唢呐的演奏更是一流。但是李春生老师逐渐年迈，我们无缘欣赏他吹奏的音质，不过据说从小精通各种乐器的他，还创下了金生顺团员中最小年纪登台的记录。14岁开始学，85暗时才学的，暗时在朝天宫庙埕，慢慢就会拍水八仙。那阵啊，佫袂紧张啦。那阵算讲我有识吼，破念了有知啊，无奈最先有啊，到这阵有啊，到这阵68档我也记哩。啊，但是那阵啊较细汉，较瘦，啊也是啊，得伊啊较悬啊，两个啊个，我就拍啊。那阵会使讲基本上算，像我150几档来，我上少下来拍。时光飞逝，当年李春生在父亲的带领下，以15岁的年纪登台打大鼓，开启了他一生投入传统音乐的旅程。到现在，也即将经过70个年头，而他一生投入传统乐阵，精通各种乐器，游走在不同派别之间，并且致力传承，在2019年获得云林文化艺术界最高殊荣文化贡献奖得主。打响了一声开路鼓名号。而且呢，也是北港唯一换届辈分最高的老师，106年也登录了云林县传统表演艺术的保存者。那么，传承我们传统音乐的已经超过没有传统，何来现代？
太日越级，别开生面，前所未有的尝试，就希望赋予传统音乐新面貌。而团员们也在过程当中慢慢去感受，开路古乐阵震天价响，却深深打入人心的节奏。开了过的句子会跟北管的就是源头会比较相近。那其实我们本身学的是打击乐的音乐，打击乐的音乐其实它并没有特别去限制你用什么样的乐器，可是其实北管乐器或者是回楼构它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还有它的配器的方式，就不像我们那么 free。 可是每个仪式感或者是每一个规则跟动作，这个东西你只要没有去弄清楚的话，有时候你在做演出是蛮失礼的。可是当你清楚了以后，你还能帮他增加个什么，或者是把传统再传统，让他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让现在的人在学习他的时候觉得说，哎，其实它其实是很美的，然后我会愿意寻根去了解这个东西，这样子。跟上。加入唢呐是第一步的尝试。但是要吹出老师傅的韵味，却不是那么的简单。嗦是以音，咪是你的主音，所以嗦不可能比咪长。加油，你才两句，可是很重要。去气口一直不好，你要吹得满满的情绪，不是吹拍子给我听。像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就没有情绪啊，就乱来啊。话都没有讲，滴啦滴啊啦啦，一听就知道你没有把它准备满。每个人长度宽度不一样，你就没有消耗成你自己的宽度啊。这个最高的，这是放小鼓的，拿起来。传统融合创新的过程还需努力，而李春生的寻找黑胶之旅也还在持续进行。哎，先生。哎，地伯啊！你迄顶管有画图？有。所以即马去洗，甲迄个顶管来擦洗掉，啊，就会看得到。吉雅轩曾经也是李春生参加过的音乐社团，他也担任过这里的首席鼓吹手。啊，鼓会顶啊，借问哈。较早一块吸盘吼，吸盘，哦，在动画学生吼，你讲伊有迄阵啊有收收起来啊？迄阵啊吼，对面迄个金华站是咱即摆因管的人嘛，啊，因厝的一大堆吸盘，迄阵啊拢有互我逐块拢甲掀，无迄块。啊，我就是讲。那有的时阵吼，你那那边，哎，我一定甲你通知，我一定甲你通知，因为目前还无看到迄块。啊，安尼吼，安尼。因为做安尼看，因为已经绝版啊，无咧出啦。是啊，啊，所以你要买嘛，无得买，系啊系啊。喂。金生顺的团员林延化，也在这个时候接到了一通通报的电话。吴登新吴老师来阮介绍，讲你遐有收一挂收藏一挂黑胶唱片，是啊有刚好收到阮开路过的这個黑胶唱片。这位北港的蔡先生。从台湾各地的跳蚤市场收集了上千张年代久远的黑胶唱片，当中也有南北管乐曲。究竟他能不能找到李春生正在寻找的东华福星呢？可能之前有卖掉了，对，我记得之前是有，现在可能因为刚才找了大概好几遍，应该是没有，确定是没有。此路不通，另一条路却出现曙光。吴登新为李春生带来好消息。他身旁的侯炫洲先生在搬家的时候发现一块黑胶，封面上面就写着“东华福星”。哎，你找到两块黑胶唱片？我找到一块黑盘。哦。啊，这黑胶机，咱来听看嘛，你听看嘛。
地东海。不啦，东华。东华，东华，东华。哦，是，小心，小心。一下，一下。啊，有啊，有啊。我大声啊！他大声。这样子，这个摆对头的台戏吗？嘿，在今天在。哦。我重新推荐。所有的台剧的，老乡最简单哦。对对，哦哦。啊，你嘛落空改了，就是你白纸啊。对，我这个白纸。这个味冻外好煮啦，比较淡，对，嗯，我就是，哎，这比较像冬瓜好煮嘛，哎，啊，就是天天摆啦，这个天天摆，天天摆摆是恁爸爸写啊，是啊，可惜的是，最后冬瓜福星还是没有出现在黑胶唱片之中。虽然未能找到旧曲，但是太日乐集展开的新乐章将在今天发表。将传统乐阵、开路鼓音乐结合现代古籍乐的跨界，跨世代的融合，让时空交错在这一瞬间，是张成远构思已久的全新创作，也是他向传统音乐与大师李春生致敬的献礼。真感动，八九我算算，可能九个人会当演奏，安尼是足无简单嘞。这经验是慢慢累积来，啊，已经从囡仔累积到今嘛，嘿啊，这时间累积来，工课唔是因讲一工两工要学起来，唔是干呐用性命咧拍，是用他的灵魂在打出迄个金生顺的精髓。那我这边。
谢谢，谢谢，谢谢。老时间好，系啊，我们在北港嘛，定来，我来找你。哦，老师，谢谢，谢谢。老师是很享受演奏的当下，老师您用音乐在交心呐，我按出来就是这么的诚恳，别人有错就这么诚恳，用音乐在讲话，用音乐在替代心里面所想的东西，对，所以根本不用去认识这个人到底好或不好，以约会友，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嘛。所以老师玩音乐是玩得很开心的。我名叫做李春生，到今年我是84岁了，安尼哦。我对这音乐吼，感觉讲有真有兴趣安尼。延续父亲的才华，李春生从天才少年一路走来，成为令人敬重的大师。没有捷径，没有诀窍，踏踏实实的练功，才能逐步走向巅峰。他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继续发扬传统音乐，为我们吉祥一生精彩的开路。Thank you.